形态上当然跟张镇伟不太一样，张镇伟算是比较高上垒率然后高打击率的这种球员。今天轮到张志豪，暂停过后一二垒有人，这场比赛目前再度的变成了平手，今天第二度的平手，现在2-2。这一球打成了一个左中外野方向相当深远，哇，这要清垒了。二垒上跑者这时候绕过三垒要回来得分，一垒上跑者这时候绕过三垒要回来，打者这时候绕过二垒要往三垒冲，来得及吗？ Safe。 哇，这个往三垒跑真的蛮冒险的，冒险后果就是 safe。 对啊，而且万一我今天要等一个用没两出局，这个球冲这个太冒险了。这不是真心话大冒险，这是张志豪的大冒险。大冒险，对。垒上的两位跑者都被扫了回来，而且有时候阴错阳差，万一第二个跑者跑慢一点，你又在三垒出局，然后那分还没了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球呢，打到了左中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张浩俊很快的去做一个处理，传给了林志胜，很快的就往三垒传。哎呦！